各位好，欢迎收看《晋冀史话·回首文革》，我是李肃。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国总理周恩来是将毛泽东确立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最主要的推手，也是辅佐了毛泽东半个多世纪的重要人物。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如何呢？1972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开始了生命的最后一程。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保健医疗计划需要经过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批准。周恩来医疗小组向中共中央建议立即做手术，但是毛泽东只是说，不要告诉总理和邓颖超，不要检查，不做手术。毛泽东的理由是，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陈老总指的是陈毅。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了吗？于是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周恩来的病情没有得到检查和积极治疗。1973年2月，周恩来大量尿血，毛泽东终于同意检查。3月10日，周恩来第一次做了膀胱镜检查。在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的鼓励下，医生暗中违抗毛泽东的旨意，用电灼术烧掉了部分癌细胞。有人说，毛泽东担心周恩来活得比自己久，在自己的身后统治中国，因此故意拖延给周恩来做手术。从客观上讲，毛泽东的指示的确耽误了周恩来的治疗，但是并没有足够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是恶意延误治疗。在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被确诊患了膀胱癌。毛泽东也同样表示，得了癌是治不好的，越治死得越快，不要告诉他本人，本人知道了精神紧张，死得也快，不告诉，不要开刀，还会活得长久一些，还可以多做些工作。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泽东本人对医生和检查治疗就不太信任，而且一再拒绝检查和治疗，在晚年时尤其如此。毛泽东说，查这里查那里，无非查出一些新的病，你们医生就是喜欢大动干戈。毛泽东还说，老百姓有病还不是拖，拖拖就好了，拖不好的病也治不好，我得了癌绝不治疗。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常常使医生很头疼，也耽误了对毛泽东本人疾病的有效控制和治疗。对于周恩来的病，毛泽东还说过，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医来控制病情。1974年5月，周恩来的癌细胞扩散，医生再次提出做手术，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同意，当然这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发挥了作用。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只好托付周恩来医疗小组的一个化验员直接向毛泽东解释周恩来尿血的严重程度。毛泽东终于同意给周恩来做手术。6月1日，周恩来接受了第一次膀胱癌手术，但是不久病情复发，8月10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毛泽东认为这证实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说不能开刀嘛，一定要开，现在还不是又开第二次，我看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不到呜呼哀哉不止啊。事实
不幸被他言中。从1974年6月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去世为止，周恩来一共做了13次手术，平均40多天做一次手术。周恩来在生命最后三年多里，尽管身患绝症，但是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仍然免不了继续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周恩来在历史上曾经大力辅佐毛泽东成为中共头号领导人，打下江山，但是在毛泽东的眼中，周恩来仍然是一个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1956年和1957年，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经济冒进政策。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在两年之内先后至少13次点名严厉批评周恩来，并且暗示说，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周恩来深刻检讨，并且曾经提出辞去总理一职，这才躲过一劫。1972年林彪的913事件发生以后，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旨意组织批判林彪的极左思潮。不料文革派和毛泽东后来觉得批极左有否定文革之嫌，因此把批极左当成右倾回潮批了一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白水分校教授郭健博士说，在邓小平复出之前，曾经有一段右倾回潮，那就是周恩来搞的。毛泽东斗垮林彪，周恩来是有功之臣，但是毛泽东却在1972年6月批林整风结束时翻出陈年旧账，暗示周恩来在历史上犯过错误，追随过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逼迫周恩来在党内高层中公开这些错误。1972年，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以个人魅力和能力为美中外交关系解冻，困境中的中国外交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周恩来外交的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1973年六七月间，毛泽东对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外交部几次提出严厉的批评，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记斗争，甚至骂外交部的通报是放屁一通。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和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谈话时说，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这个修正呢，指的是修正主义。毛泽东还说，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毛泽东还对王张二人说，要学点外文，免得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这里的乔老爷和姬老爷，分别指的是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外交部部长姬鹏飞。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荣和唐文生后来解释说，毛泽东实际上指的就是周恩来。面对毛泽东的责难，周恩来只好不停地做检讨。毛泽东尽管暂时罢手，但是四个月以后，毛泽东加大了力度，再次向周恩来挥起大棒。1973年11月13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基辛格临时提出要同周恩来讨论中美军事合作问题，实际上就是联合对抗苏联的问题。周恩来呢，没有请示毛泽东，就与基辛格举行了会谈。
但是周恩来在会谈中并没有表态，而是表示要请示报告。周恩来随后打电话准备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但是毛泽东正在睡觉，周恩来不便打扰，于是只好向基辛格建议双方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不料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大发雷霆地说，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有人要借给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核保护伞的概念出自冷战期间，就是美国承诺用自己的核武器保护北约盟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盟国对抗苏联的核威胁。毛泽东使用这个概念，意思是说美国提出要和中国进行军事合作对抗苏联，是把中国的地位等同于受美国核保护伞保护的美国盟国的地位，是对中国的轻视甚至是蔑视。而周恩来和叶剑英未经他的批准就同美国谈军事合作，就等于是要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就是向美帝国主义低头了，从而损害了中国的尊严和国家利益。于是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的右倾软弱，统称为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在会上，江青给周恩来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说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周恩来忍无可忍，拍着桌子对江青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毛泽东听说周恩来反抗，马上下令扩大批判会的规模，并且亲自拟定列席会议的人员名单，增加了外交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以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等九个人。对周恩来的批判会从11月25日一直开到12月5日。毛泽东通过联络员王海荣和唐文生遥控会议，江青为首的批周帮助小组则负责贯彻毛泽东的批周指示和意图。毛泽东指责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侦察不进。他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多数与会者慑于毛泽东的威严和政治压力，也纷纷猛批周恩来。江青企图彻底打倒周恩来，声称这是第11次路线斗争，并且指责周恩来曾经在毛泽东1972年年初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在毛泽东和江青的坚持和责令下，1973年12月4日，周恩来在会上做了深刻的检讨。其实以毛泽东对周恩来几十年的了解，他非常清楚周恩来绝无反他的意图，毛泽东只是要借助不断敲打来使周恩来时刻谨慎，时刻对毛泽东忠贞不二。在毛泽东的晚年，尤其是在周恩来成为党内第二号领导人之后，毛泽东对自己的权威越来越感到没有把握了，因此对周恩来的敲打也越来越频繁。这一次既然周恩来已经深刻检讨了，毛泽东随即缓和态度，对周恩来的检讨批示说可以了。毛泽东又调回头来批评江青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11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
一个是蒋总理迫不及待取代我，他不是迫不及待取代我，他自己，他指的是江青，说江青他自己才是迫不及待要取代我。毛泽东还在1973年12月9日对周恩来假惺惺地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啊，听说他们整得不亦乐乎啊。毛泽东还指着在场的自己的联络员外交部的王海荣和唐门生说，他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他们整总理。被毛泽东当枪使的王海荣和唐文生后来发牢骚说，他要我们去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不过不到一个月以后的1974年1月，毛泽东的大棒再起，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名义上是批林彪，批2000多年前的孔子，但是却同时烧上了批孔子崇拜的周公。在当时的说法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其实就是用周公暗指周恩来，把矛头指向这个所谓的党内大儒。就在周恩来做第一次手术的6月，毛泽东把自己在延安整风期间写的9篇文章找出来重新修改印刷，其中有2篇文章专门批判经验主义，指名道姓地说周恩来是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主义宗派跑腿抬轿，是帮凶。毛泽东显然有心用这9篇文章打击周恩来，不过他最后并没有出手。文革专家高文谦认为，毛泽东很清楚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因成事推动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而在政治上大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违背党心民意而大举批周恩来的话，很有可能激起众怒，在政治上闹出乱子来。1974年8月，周恩来做了第二次手术，中国宣布了周恩来住院的消息。文革大乱之后的中国人心思定，周恩来当时似乎成了恢复秩序、实现稳定的象征。很多中国人希望周恩来尽快康复，重新主持国家的工作。1974年9月30日晚上，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中国国庆招待会，在场的人们情绪激动，场面极为热烈。看到新闻纪录片的中国人也相当振奋，在有些地方的电影院里，观众甚至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足见周恩来当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相当高。毛泽东得知这种情况之后，曾经对王海荣说，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后来民间传言说毛泽东保护周恩来，说反周民必反，其实毛泽东是批周不成，带着无奈的心情说这番话的。至此批林批孔运动无疾而终。1974年，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的周恩来一反常态，开始积极地与文革派斗争了。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周元博士说，周恩来实际上对文革也是不满的，在治国的想法上和毛泽东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实际上没有像邓小平那样比较鲜明地拿出自己的想法，明着没有反对文革，但是一些做法实际上在否定文革的一些变动和文革做的一些所谓意识形态上的改革。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
由总理主持安排。周恩来便借着这个机会设法阻止文革派的人掌握实权。他甚至冒着直接对抗毛泽东的风险，在12月26日在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报告说，康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有叛变行为。周恩来的目的就如同他对当时的中共副主席叶剑英所说，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他指的他们是文革派。1974年12月，周恩来准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工作。这时医生发现周恩来大肠内有肿瘤，必须马上检查治疗。但是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做手术显然不利于同文革派的斗争。于是叶剑英对医生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周恩来便在一个医疗小组的护送下前往长沙去见毛泽东。周恩来做政府。1975年1月，周恩来在中国四届人大上完成自己最后一次重大工作。奋发图强，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使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20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强国。不过周恩来显然认为毛泽东夫妇对他不会善罢甘休。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在与身边工作人员最后一次合影之后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画叉叉。果然一个多月以后风浪再起，1975年8月，毛泽东和文革派突然发起平水浒运动，说宋江受朝廷招安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江青说得明白，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主席，宋江要架空晁盖，党内就由宋江指桑骂槐地攻击当时主持中国党政工作的周恩来和邓小平。文革期间，周恩来的政治对手不时把莫须有的五好启事拿出来，说周恩来有叛党嫌疑。在1973年，又批周恩来在对美国的关系上又倾投降主义，而且毛泽东当时就曾经提到《水浒传》，对周恩来旁敲侧击。现在重提投降派问题，周恩来认定这场运动是针对自己的。一次，周恩来对中国人大副委员长蔡畅说，我周恩来绝不是投降派。他指责说，那些人有些人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975年9月，周恩来病情再次急剧恶化，要做第四次大手术。他在手术前调来了1972年他说明五好启示问题的报告，直到9月20日进手术室之前才审阅完毕，并且让妻子邓颖超交给有关部门存档。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突然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足见平水浒运动对周恩来形成了多么大的精神压力。实际上平水浒运动是毛泽东和江青对周恩来的最后一击。后来也证明周恩来对自己身后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投降派问题。他在临终前让妻子邓颖超注意两件事，一件是五好启示问题，另一件就是197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他右倾投降主义问题。
周恩来临终前还做了一件让毛泽东很不舒服的事，就是推荐邓小平接自己的班，主持中国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本来呢，让邓小平复出是毛泽东的决定，让邓小平钳制周恩来，并且接周恩来的班，这很可能也是毛泽东的初衷。正如文革专家宋永毅所说，毛泽东让邓小平出来的意图很清楚，就是要取代周恩来的这个工作，另外呢，要钳制周恩来。但是让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周恩来和邓小平结成了对抗江青的联盟。宋永毅说，邓小平上台以后，他搞的整顿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周恩来也很愿意的，所以呢，他们也已经搞到一块了。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右倾方案感到不满了，周恩来呢，却偏偏提出让邓小平接他的班。毛泽东心中的不满可想而知。文革专家宋永毅说，如果周恩来推荐邓小平的话，恐怕毛泽东就不用邓小平了，因为周恩来是毛泽东的重点怀疑对象。1975年10月下旬，周恩来已经无法站立起来了，他对自己的警卫说，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周恩来病重期间，毛泽东尽管委托身边工作人员探视过周恩来，询问过他的病情，但是毛泽东本人从来没有前往只有一墙之隔的医院看望周恩来。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11日，灵车开往八宝山，北京上百万人自发地站在长安街两旁为周恩来送行。周恩来去世，有人说毛泽东幸灾乐祸，另一些人则说毛泽东感到悲伤。周恩来死后，中共领导层多数人希望毛泽东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医疗专家也认为参加追悼会不会影响毛泽东的健康。但是毛泽东没有去。据毛泽东身边的生活和政治秘书张玉凤回忆，他当时问毛，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毛泽东拍拍自己的腿说，我走不动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孟锦云回忆说，他把周恩来去世的消息告诉毛泽东以后，毛泽东流下了眼泪。但是根据汪东兴保存的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在1976年1月12日，也就是周恩来的遗体已经送到八宝山的第二天，曾经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啊？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利吗？我和总理斗争过不少于10次，不要勉强。与此同时，毛泽东身边的人得到命令，不准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不准戴黑纱。结果，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没有出席和他并肩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号人物周恩来的追悼会。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10个月之后，邓小平被再次打倒。周恩来去世3个星期以后，是中国的春节。除夕之夜，中南海毛泽东的驻地鞭炮齐鸣。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当时是毛泽东的女秘书张玉凤提议放鞭炮热闹热闹。但是张玉凤在回忆录中说，是毛泽东对他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据说毛泽东还在别人的搀扶下亲自点燃二踢脚。文革专家高文谦说，一位在中南海负责警卫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告诉我，1976年农历大年初一，从毛泽东的驻地中南海游泳池拉走的鞭炮屑有整整一卡车。周恩来先于毛泽东离开了人世，但是他死后的声望逐步超过了毛泽东。毛周斗争究竟谁胜谁负了呢？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Thank you.